他应该就会帮你跑文件，应该是。所以我付完定金，我可以直接付完，付完就走了，是吗？应该是，然后他就帮你跑流程，真的应该是这样吧？不然我要问问看，你先丢链接给我啦。哦。啊，你上台北哦？我他妈还回去了。啊，一天来回？对啊。啊，你明天不要跑婚礼？对啊，我要回去了。哦，婚礼在新竹啊？对啊。啊，转给我了。OK OK， 我等下处理一下。可以吧？给我哥看一下。哦，死定，我撞到人了，干！我擦撞到了，妈傻眼！等下，我下车，妈白痴撞我！确定欸？真的，他撞到我了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下，我下车，我